OK， 各位，那我们挑战结束。那其实后来想一想，好像也不算成功啊，因为我后来发现我们这个瓶盖没有盖很紧啊，所以说好像不太行。但是毕竟我也是有踢到嘛，那各位给我个40分，有补考机会好不好？那这就是一部废片诞生啊，我还是回去拍我鹦鹉好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结束啊。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，并且订阅频道。所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